花莲市大宗废弃物的收运作业即日起展开，市长魏家彦在9号特别前往了南滨抽水站的站制区来慰劳执行清洁队员辛劳，也关心大宗废弃物的清运情形。而今年呢，预计要清运有2687户，预计收件数会超过8000件。农历年前，大家都会大扫除，把家中旧物清除，其中大型的废弃物就必须交由清洁队员来回收。市长魏家彦表示，花莲市清洁队从1月9号到1月16号展开大宗废弃物的清运工作，为了方便集中收运，也在市区规划了南滨抽水站、花莲港天宫还有上志路等三个地方做大型废弃物的站制区。而今年已经有2680多户来预约，数量会超过8000件。9号到我们16号开始做一个清洁的一个动作哈，那我们开始到各家户去，去载一些我们不要的寝具，然后可能是一些大型的床垫啊，可能是电视机、冰箱，除旧布新的一些物品加生活家具等等。那总计后我们有2600多户，那我们预估后大概有8000多件的一些我们生活的不必要的一些太旧换新的一个物品后，那我们预计有3个暂存的一个地方，那包括我们的那个南滨抽水站，还有我们的港天宫，然后还有我们的上志路桥这边。那在这边也要麻烦我们的所有的乡亲跟市民后，就是可能先预计提早先拿出来，让我们清洁队员好作业。那而且我们也希望说，我们不要到我们的乡亲的家里面，以免避免造成一些问题。那也希望说大家能够先放在门口，让我们清洁队员有一个比较好载的一个方式。市长魏家彦表示，清洁队员平常工作就很繁杂，农历过年前又要执行清运大宗废弃物，不仅搬运重物，在做分类的时候也要避免被玻璃或者是重物给压伤，因此也特别请花莲市民在国家清洁周全力配合，包括垃圾清运前要做好分类，也把居家周边环境打扫干净，让清洁队员可以减轻负担。记者卢慧欢是报道。